会因为一个角色就决定追一部剧吗？东宫这部让人意难平的古偶恋爱剧就做到了。这个身穿红衣第一眼就让人难以忘怀的角色，正是东宫里的大美人，颜值演技都在线的彭小冉扮演的女主小枫。有太多人因为她而追完了整部剧，看这部剧的时候，谁没有为小枫的红衣造型惊艳过呢？不得不说，小枫的异域造型真的是非常精美了，采用了纯红的色调，大量的金饰来装饰在脖子和腰间，同时加上了异域风格浓厚的玛瑙和绿松石来作为头饰，打造出一个华丽又有特点的异域公主装。这样红色耀眼、热情、充满活力的服饰，正如剧中小枫的性格一样。多么希望这个天真的小枫永远存在。但之后的剧情，小枫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，她一步一步的蜕变，走上了东宫的位置，服饰也从异域风变成浓重的中原气息。东宫中女主的造型真的太好看了，是彭小冉演的那么多戏中最巅峰、最好看的角色了。东宫真是近几年电视剧里的一股清流，除了人物的服化道，剧情也是电视剧的顶峰了，真心不容错过。